喂喂 ，hello hello， 大家好，今日系2021年12月20号。咁开始之前呢，首先讲下今日嘅流程。其实大家都搞错咗啲嘢啦。你话佢系咪真系急得如热窝上的蚂蚁啊？非常想要搞好免费乘车日嘅事情呢，就唔系嘅。你有翻咁上下松动百零万人计到噶嘛？自己嗰啲铁飞咁过得下去，佢就大事庆祝噶啦。你谂下嗰个乜乜医院真神奇，都揾个苏哈查晒粉各样，大事庆祝一番，有乜嘢啊？唔可以去淡化一下佢，庆祝一下佢，而且啊，仲要系好软性咁噃，再加多埋啊，借军头一用，就居民贪俄啊，就被召上京啦，变咗应召。咁另一样嘢，你由文汇大公、东方等等啊嘅报道啊，就已经知道似乎又加快咗啦，即系都好庆幸见到有啲朋友仔啊急急脚咁样嘅，即将啦，不过都麻烦噶，12月嘅时候，咁啊祝佢哋安心底步啦，都好迟下，要啊尽早啊，即系今日冇噶，去郊游啲人啊都咁讲噶噃，咁视乎啊。你鍾意听边种啦，咁仲有一种就唔讲得㗎嘛。咁但係啊，市民都用佢嘅方式表达咗出嚟，用脚去表达咗自己嘅意愿。咁你有免费车程，咁当然去郊游㗎啦。东涌巴士站啊，嗰啲商场各样啊，人头涌涌喎，排队嘅乘客啊，都喺度话乜嘢啊，诶，依家佢完善咗个制度，普天同庆㗎嘛，咪去郊游囉，睇天坛大佛。咁另外有啲呢，即係似乎无视咗啊 DQ 各样嗰啲事实喎，喺度话佢哋自己唔出嚟啫嘛，哇，真系非常忌安化吓呢种答案。咁但系啊，系咪完全冇出到嚟咧？又唔系嘅，啊，都仲有咩红检基、狄志远、谭香敏嗰啲噶嘛，仲有个好似叫潘卓雄系嘛。咁但系见到咧，嗰个率越嚟越低嘅时候啊，似乎动呢几只门神喺度就冇乜效力喎。佢哋自己都咁讲嘅，哎呀，个率越入夜越低嘅，即係过往佢哋认为呢 self-describe 啦吓，係自己都算泛民嘅一员喎。咁以往嘅理论，泛民嚟讲呢，越入夜越多人去摆低张纸仔，咁佢哋就越大机会㗎嘛。咁今时啊，似乎即係冇㗎啦，執定行李啦。即係点解呢？市民对眼睛系雪亮㗎嘛，你班友虽然系零星三数隻啊吓，喺度江湖术士啊，有啲幻术，边度有非建制㗎？呢啲系隐形建制派啊嘛。Anyway 啊，咁包括嗰个洋人郑志文有几个 indication 嘅，洋人郑志文、港漂陶海明都入唔到围喎。咁就证明咗佢哋係两边不讨好啊。一方面正常追求西方价值嗰啲呢，你俾正版我啊，就唔好俾呢啲咁样嘅翻版，咁所以就摆埋一边，就算係讲港漂都好啦。咁人哋嗰啲新嚟嘅居民呢，佢唔识你㗎喎，睇到以往嗰班啦，即係都叫做知边个㗎嘛，佢哋係啊，佢哋好简单㗎咋，边个帮到佢哋攞到啲种就边个㗎啦。咁但係有啲人呢啊，就仍然係唔满意嘅。首先啊，有啲人喺嗰张纸仔嗰度啊，写咗啲唔係几好嘅字句咁话喎。咁我劝你唔好咁做，唔排除佢已经装咗 camera 㗎啦吓。咁又无谓啊。咁但係你明嘅，即係点解太古城会有几张白色嘅纸仔啊，又有啲纸仔西湾河嗰边啊嘛。你解啦，西湾河你同人讲起咗个地铁站出嚟。咁嗰班人呢啊，走到过去嘅时候呢，佢哋要打卡咋嘛。有西湾河嘅会计师嗰啲㗎嘛。哎，讲漏口添，咁你要张架子咋嘛，有张架子佢要掉张咩纸仔落去呀，就佢话事㗎啦，可能係諗住咁，咁但係都係白色飞仔，你都仲算安全啲。Anyway, 作为民主派嘅支持者呢，哇，仲有呢种意见。Anyway, 你听就听啦，佢哋话係含泪喎，咁但係大部分嚟讲呢不感兴趣嘅。建制嗰边就觉得啊，好畅顺啦，成个流程。知唔知点解班人觉得畅顺啊？其实泄露咗国家嘅机密㗎喎。好简单，你去到冇人排咁咪畅顺囉。咁同埋呀，民主派嗰边就不感兴趣啦。但係建制派嗰边你唔好以为佢会去喎。有大部分嘅就觉得乜嘢啊，诶，我哋玩晒㗎啦嘛依家。而事实上建制派嘅支持者啊，一路都系知道一样嘢。佢哋系认同咗呢种我玩晒捉种捉位捉协嘅精神㗎嘛。咁所以到你真系玩晒嘅时候啊，佢哋又做乜要出嚟呢？咁简单咋嘛。既然已经玩晒啦，唔使做嘢都玩晒㗎啦，而家冇其他人阻住晒㗎啦，理论上应该发达㗎喇噃。咁佢哋发咗达未呢？发达就唔见啦。嗰啲乜嘢凤姐牛肉饭啊，咩杨明都做咩㗎？唔记得
得啦，餐厅嗰啲啊嘛，执下又一间，执下又一间，发达就冇啦，发毛就有份。咁点解有啲人仍然系不满呢？好简单啊，佢哋排巴士啊，排轻铁啊，各样啊，大排长龙，觉得非常之困扰啊，就咁解啫嘛。咁同埋即系好多人都唔明，摆到明就冇保护作用噶啦，做乜烧饼啊？啊，都喺嗰啲摆纸仔嗰啲站度囤住重兵。原因好简单，人哋嗰啲识数人头噶嘛，用啲卫星一早就知道你咩料啦，加下你计到个流量噶嘛。咁所以一早啊，流量啫都冇咁高清，摆啲人入去，咁咪至少啊都讲咗你听有翻咁上下嘅人头咯。但系你一搵 super computer 走去计一计，咁你又知道香港市民呢今日是集中在郊区多的嘛，即是有哪里可以郊游的，人家就一早 plan 定晒。所以计一个比率的时候啊，就知道你出什么 full fit 的啦，任你扭尽六淫。但是你说北京不知道咩？就不是啊，他是想将一个艺就转做机。其实都是的啦，只要求其找隻嘢制一制个旗的，那些人就生活如常的了噃。那但是由97年到依家换来换去都是这样的款，好心的人啊，醒下啦，你的下一代都是这样款的啫。只有更差就不会更好，初头啊都仲有西方啊的一些教育让你扩阔下眼界，知道什么做得什么不做得。但是啊过多几年之后啊，哇真是不敢想象啊，冇得搞啊。好啦，另一方面即係佢其实呢嗰条出境嘅附属法例啊都仲未整出嚟㗎，基本上啊都係非常之大嘅权。点解要咁大嘅权呢？暂时就唔係用喺你同埋你嘅身上嘅。因为你哋嗰啲呢就要无声无息咁样用一啲比较上软性嘅方式去达至个目的。但係之所以唔加附属法例啊，原因因为如果你话四叔啊、刘銮雄啊嗰啲要走出去嘅时候，当然就要打醒十二分精神㗎啦，即係基本上 N 咁多隻眼及住。至于软性嘅方式系点呢？咁话说大家都知英航已经俾人收拾咗啦，去到下年二月啊都未有飞机。之前你讲到咁轻轻含含啦，英航都仲有飞机喎，由八月总共啊挨到三个月四个月咗緊啦，都仲叫帮到大家。咁今回就剩低维珍啊、国泰或者转机嗰啲啦逐步嚟喎。今回你见到东方大字标题，咁针对国泰嗰啲机师喎。咁其实啊嗰啲机师你话有冇咁啱得咁巧啊，你嗰啲乘客都未有事啦，係淨係个机师有事，机师先係最宝贵。机师先係一间航空公司入面呢成架飞机最大嘅成本啊。而当佢哋遭到当局抽检嘅时候呢，你要留意一样嘢喎，所谓嘅抽检啊，佢话你系就系㗎喇喎。今时今日佢话你系，你觉得共产教授袁国勇、共产教授何柏良嗰堆咁样嘅物体佢会夠胆话唔系咩？唔会㗎嘛。结果就唔单止英航，其他飞机有冇都好难讲嘅。就必定是阻慢了很多香港市民去到英国的那个流程。咁找麻烦都仲好，因为你可以用钱解决嘛。但是如果好似 BA 咁直情飞机都冇埋，你系咪真系有 alternative 呢？就好似安心出行咁，你系咪又真系有 alternative 呢？呢点我就唔系好乐观㗎咗喎。所以所谓嘅赚多几年钱嗰啲就唔好提啦。反而即系如果想去英国嘅考仔就要快手少少啦。有啲人就罩忌，你见到东方又是大字飘题在伦敦出现重大事情，什么重大事情啊？咁哦，又是讲那只和咪公。但是大家都知道啦，而家就真係出晒嚟咯噃。喺后备频道有同大家讲嗰个数据，甚至乎我不如讲一啲活生生嘅例子啦，即係好多。嗱，我唔知啦，但我睇返嚟嗰啲呢佢哋都冇加入到全真教嘅。咁但係过到去嘅时候啊，有冇人中招呢？係有嘅。咁主要都系你肌肉会痛楚啦，咁同埋有高烧嘅症状，咁都系要唞几日就冇得返工㗎啦。即係佢又宣传到外国嗰啲几咁严重啦，查实你又只不过系唔知道内地到底嗰个系情况点样嘅啫。但系嚟緊避无可避啦。既然讲到咁要严防嘅时候又为何突然之间又开通两地嘅来往呢？你唔好睇小佢虽然佢大多数呢都唔会放嗰啲自由行落嚟㗎啦。咁但系是讲緊你嗰啲香港嘅上完去之后落返嚟嘅时候嗰度大镬㗎嘛。所以你睇到嘅嗰个口径係非常之统一。一方面呢就不停咁宣传外国的坏。第二方面呢就不停咁
无论制度上又好啦，或者物理上啲人口嘅流动又好啦，都不断放宽两地嘅往来嘅。但系对于出境同埋入境方面，大家今时今日尚有嘅自由咧，半年之后好难讲啊，仲可唔可以一切如常噶吓？咁尤其系有啲已经身在外国嘅朋友仔啊，即系冇咩事你就千祈，不过都唔使我讲啦，你翻到嚟自己坐21日先啫嘛。到时想飞翻去 BA 又话冇机啦，维珍又话冇机啦，加下同你讲国泰都可能冇机，咁你仲点走呢？定系点样啊？飞去南非再转机好唔好？查下有冇南非嘅班机啦吓。嗱，维珍国泰仲有机噶吓，净系 BA 冇机。头先只不过系举个例，咁所以你由东方文汇大公嘅就知道当局个取态，首先就刻意咁淡化金梅嘅呢个免费乘车日啦，个结果。其次就慢慢咁样嘅对啲航空公司落药。減慢好多人撤離嘅速度，當中有一樣唔合邏輯嘅就係、既然講到咁嚴重啦，大開關門，咁你會問點解佢要做一啲互相矛盾嘅事情呢？好簡單，因為當局係想落實嘗試緊嗰一套差別待遇嘅制度。喺2021年，你已經見到全面落實嘅首映，將來佢就可以用種種嘅條例法規以及電子監控，我哋叫呢啲咧做精準到位，一方。方便就留得住啲重点人物，第二方便维持住个西洋镜，可以同啲洋人讨价还价，第三方便就可以沟通两地嘅往来，即系都叫做吊住啲盐水先，又再一次 win-win 啦，赢两次就系咁样。好，今日讲到呢度。